好，这是爱台语团队。你说你要台语啊？对，台语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台语。这是我今日做的一个专案。啊，这个，都，这个，拿这个。这物件就是会当互家己查，互大家会当查家己的名要安怎念，因为大家拢足需要这个功能，因为咱发现着足侪人伫咧查这个家己的名要安怎念。好，安尼咱即马现场来找一个名来发音。不要用我的。安尼，王向荣。用我的可能是枯树像星星像的，对，然后给他送出就名王，啊，不过就是现在王英，现在可能后段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因为只有一个选不能选发音，因为这字可能有很多音，所以这個音可能是不对的，啊，咱可以先听看看他也有发生这样。王阿英，啊，不过这又试一个人好吧？王阿英，有人说船长，船长嘉义的嘉，梁船长，好，这样郭嘉玲，郭嘉玲，对，这就是今天做的这个专案。是我的名字。来，好啦，那个高难度我来了，曲。我的外婆都叫苦修威，苦。放弃。对，所以。好，就是后端阁有一挂问题，所以欢迎大家加入 Slack， 爱台语，就当找到，后边阁会使做啥物安尼？好。啊，对，到这。多谢大家。好，列名，好，再来。